出问题了！我把女儿的洗澡水倒进了马桶，塞住了。放大版的彩虹糖其实是个马桶防溅宝，这么往马桶上一扔，不管是啥都溅不起什么大浪，个头比洞口还大，正常冲水也不怕堵塞。都溅到我脸上了，溅到我腿毛上了，但我还是对他在拉屎的时候寄予厚望。我们已经用它大便了5-6次，它上面很容易粘住，直接用马桶冲水又不容易冲干净，刷子刷的时候又非常的调皮。不过这还不是最要命的，咋办呀？就看着它被冲进去的。堵住了，水好慢呢。你在外面那个失误了，拆马桶来的。如果幸运的话，它是在这个广播的这一节；如果它不幸运的话，这个下面这个主管道就麻烦了。